马上就要来看一下在花莲的部分呢，花莲山区雨量是上看呢1100毫米，目前呢在海边更掀起了9米高的猛浪，单日累积雨量前六名也都落在花莲，目前状况如何？立刻连线给邵子阳。这是波目前舰首在位置在花莲的七星潭，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在海边其实卷起了巨浪，不只是巨浪，海巡人员说这是巨浪转猛浪，而且每个浪至少有9米这么高，甚至有一些浪还会拍打上岸边，其实画面是非常可怕的，提醒观众朋友特别小心注意。现在花莲地区七星潭部分拉起封锁线，是禁止民众下水戏水的，因为这个风速呢，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呢，他们测得的在花莲地区有9级这么高，究竟有多高呢？我们看到一旁的这个树哦，被吹的是摇摇晃晃的，甚至有些都被吹弯了。提醒观众朋友，不只是风的部分呢，在雨的部分，山区呢还是可以说是日累巨量，在花莲地区是前六名，通通都是花莲。今天虽然说连假第三天还有一天，而且今天在花莲地区不用上班上课，提醒观众朋友特别小心注意。镜头交换台北。